到上場，不過我哋一間有啲驚喜俾大家睇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帶咗一首自己嘅歌啦，又叫做《原地出發》。咁呢首歌咧係關於我哋三個嘅故事嘅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，心情放鬆一下。
一樣。咁呢兩隻歌咧都係。